国人都知道风水宝地往往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一个村落，对于私宅别墅来说也是如此。不过这山和住宅的位置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在欧洲，那些古老的城堡都建在高高的山顶上，给人一种威严神圣之感。因为在封建割据的中世纪，封建君主们需要选择的是一个能够抵御外强、藏备物资的军事要地。但是在中国的风水学看来，住宅是不能建在山顶上的，因为高处不胜寒，人烟稀少，住在山顶上等于是隔绝尘世，只有寺院和道观才建在山顶上。现代汉语中有一个词叫靠山，比喻可以依靠的力量。这个意思其实是从风水学的靠山演变过来的。顾名思义，山的最好位置是在住宅的后方，所谓背山面水，住宅背后有靠山，意味着事业稳定，财帛有据，家庭安定。山在屋后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风，而且这山最好是在住宅的西北方，可以挡住冬天西北方刮来的寒风。山在屋后，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前低后高的格局，背后的力量高过前面的力量，让人感觉靠在山上，心里充满了安全感，满足了人们潜意识中被强者保护的心理需求，为居住者平添了一份自信。山虽然给人一种安全感，但也不能和住宅离得太近，否则物极必反，倒成了一种不好的格局。太贴近山壁或建在山坡上的房屋，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来自山的危害。有的风水先生还认为，山离屋太近，屋后面没有回旋的空间，表示后无退路，事业发展有限，并且气运闭塞不通，有害健康。最好的位置是保持一种不急不离的距离，即有山为靠，又自由独立。除了山的位置要恰到好处之外，山的形态也是影响风水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中国风水认为，任何一座山头都是一条蜿蜒巨龙的一部分，这条巨龙的形态对于这个地区的风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，而巨龙的势便是靠山头的形来体现的。山的形态有很多种，山体不高而山顶平坦，如同一座平台的山，被称作贵星山。贵星山主财运，如果房子坐西南向，贵星山位于房子东北，或者房子坐东北向，贵星山位于房子西南，这样组合被称为不动坐向，是最为稳定的一种，最能把靠山的力量发挥到最大，财运最能得到靠山的扶持。靠山位于居所的正西方或西北方，山形呈圆形，坡度不大，山势平缓，这样的山被称为金星山。金星山主吉昌，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和财气。